周末万岁！我先去兼职啦，一会儿还准备去唱 K 呢。你玩得开心啊？看我闺蜜每天动力满满的样子，好羡慕她呀。可我看到她的内心并不开心。她有什么心事呢？没人接。亲亲，开门啊！在那儿。阿姨，林杰，我可怜的闺女啊！阿姨，这是她留下的银行卡，里面有30万。我要回老家了，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。这赔钱货留下这么多钱，也够给我儿子买房了。你都看到了。果然，就算我死了，你也一点不伤心。琴琴，你为什么这么想不开呀？吓死我了！我妈逼着我赚钱给我弟弟买房，我觉得或许我死了，她才能为我伤心。那就看看你死了，她到底伤不伤心。闺女，你没事耍老妈干嘛？我不再是你闺女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你的闺女已经死了，被你压榨死了。我打死你这个不孝女！这里有人寻衅滋事，保安，你们还不把她带走？走，我们去唱 K。好。